其实大家都觉得设计师是一个很忙的一个工作，当然也不会掩饰如此啦。但是如果刚好遇到一个假日的时候，我可以充分的这个放松，所以起床我会弄个咖啡，然后看着电视，透过这个飞利浦的声光刺激，然后让我可以开启一天的一个行程。经过一个早上的放空，下午的时候我喜欢把重心放到设计上面，然后听一些我喜欢的古典乐，像是这个肖邦的夜曲，巴哈的C大调，德布西的月光等等。透过这台飞利浦 Dolby Atmos 全景声音效，让我可以一边设计一边沉浸到音乐里面，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设计灵感的发挥，并顾及到客户的需求。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设计才是一个完美的设计。要完成一个好的设计啊，除了我们常讲的四大计划，如这个色彩计划、灯光计划、材质计划、软装计划，我认为如果再加上一个具有未来主义的一个电视，就如同飞利浦 OLED 806金属的边框，宛如这个艺术品的一个外观与设计，还有皮革包覆的这个遥控器，再加上它可以调整这个双色脚架，这些细节都可以带给屋主一个生活品味的一个提升。在设计累的时候，我喜欢看一部电影，让自己放松一下。借由这一台飞利浦 OLED 806，它具有四向式的 NVLight 流光溢彩效果，加上独特的 Dolby Atmos 全景式音效，绝对让你跳脱电视的框架，让你身临其境。这么好的一台电视，怎么不能为空间加分呢？有的时候我喜欢把自己变成一个宅男，因为有了飞利浦 OLED 806的相伴，让我无论看电影或者是听音乐，甚至是打游戏，不但可以让我放松，我认为它是艺术与科技的结合，让我在其中找到更好的设计灵感。飞利浦 OLED 806导入 NVIDIA G-SYNC 与 AMD FreeSync 双重认证，并搭配了 HDMI 新一代高界面宽屏，可实现快速的动态转换率，享有画面流畅、零失碎，并提升了游戏体验。再配上 NVLight 带来的延伸效果，让整个空间充满了声光刺激感。在平时下班的晚上，我喜欢花个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，让我沉浸在游戏的一个状态里面。这时候的我会觉得非常放松。而这台飞利浦 OLED 806，它具有强大的功能，可以把阅读、音乐、电影、电视、游戏等结合在一起，它在空间里面显得和谐却不张扬，它是你一个最棒的陪伴者。周末夜的晚上，我已经让自己舒压与放松了许多，现在是灵感最充沛的时候，我要继续工作了。